非常有加入的作用。每个员工之间像加入公司对我们每个员工之间。大家好，我是鲍光华，毕业于武汉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，从2017年来到南矿，现在在研发中心负责筛分产品的产品设计。当时选择南矿的原因是因为，南矿也是一家比较大型的一个企业，然后在筛分领域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企业，再加上就是因为它的福利也挺好的，每个员工来到这里都有单独的员工宿舍。我觉得南矿是一家以家为单位的一种制度企业，就是每个员工之间就像家人一样的一个企业。我觉得在这边工作是还是比较开心的，氛围是特别好的，在这里学习了很多知识嘛。因为刚开始从学校里面毕业出来，肯定也还是不是懂很多，然后经过领导啊同事的细心教导啊，现在对一些设计的一些知识啊掌握了更多。这里有温馨的宿舍，我们在南矿等你。